是学栽培的啦。啊，假使大嫂若相信我，愿意给我看病医内部的资料，那呢我就会当替大嫂看啥。你是真正要跟大嫂讲，还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找大嫂的麻烦？就算讲我计较你跟大嫂的过去，啊，不过我嘛无可能害家己厝内边的人。教派算是你在做哦。对啊。啊，你身体状况无稳定，搁这么无用，你哪不叫我跟你斗相共？所以我认为咱先保持距离，嘛较袂引起其他误会，是啥物无拄好。既然你无想要跟我有交叉，我会尊重你啊。我做开窗，你爱注意哦。嗯，多谢你。我来替查某牵线，是因为对伊有怨气。过去伤害我的人，拢爱付出代价，包括你。你的亲目睭看到一个家，我敢龙家耍的是什么款的滋味？你心肝咧这么凶啊！我是学栽培的啦。啊，假使大嫂若相信我，愿意给我看病医内部的资料，那呢我就会当替大嫂看啥。你是真正要跟大嫂讲，还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找大嫂的麻烦？就算讲我计较你跟大嫂的过去。啊，不过我嘛无可能害家己厝内边的人。趁即马大嫂甲洪龙伫个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。我想要甲我李大业集团。啊！我巴肚，我若是无安尼做，伊拄仔就要甲过户的代志讲给阿妈知啊。我一定会讲到阿妈答应。那恁即马就点点，听我的，过户给我，莫让任何人知影这件代志。放手。我不讲，我就要逼你，你即马就要过户给我。大嫂，教派算是你在做哦。对啊，啊你身体状况无稳定，搁这么无用，你哪不叫我跟你斗相共？所以我认为咱先保持距离，嘛较袂引起其他误会，是啥物无拄好。既然你无想要跟我有交叉，我会尊重你啊。我做开窗，你爱注意哦。嗯，多谢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